哎，我听说现在外面很多人在搞 P 文，但人广州那边现在都直接倒腾计算机了。其实我在广州能联系一个神通广大的人物，你觉得我要不要下趟广州，看看咱们能不能直接弄到计算机？这倒也是个办法，但是如果你要这么办的话，肯定得给中间商利润。 咱们只有直接面对卖家，才能把成本压到最低。嗯，要不然我们完全赚不到钱。嗯，哎，这样吧，咱俩分头行动。嗯，我呢继续留在机关搞批文，你呢跑一趟广州，看看能不能联系到卖家。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吧。哈哈哈哈，这路是对的。 哎，你这人，邝明仇，姚坤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找熟人。哎哎，等会儿，有熟人？哎，你有熟人啊？嗯，你有熟人能不能认识一下这个李克宇局长，帮我搞张进口计算机的批文啊？你打听过没有？ 这外贸局的李克宇局长可是出了名的铁面无私，从来不走后门。你要是搞这套，这大门都不能让你进。